天后陛下诏曰，谢瑶环滞留陕州，乃公然违抗圣命，而杨凤因为贻误关中大事，实属罪不可赦，应以自裁谢罪，钦此。谢瑶环领旨，谢儿。你快走！这位义士，休得多言，此事不走更待何时？我不能走。你是怕走不了吗？随我来。我带你走。不，我不能跟你走。啊！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。哎，你，公公，秦将军。公公，瑶环死不足惜，唯有一事相求。瑶环恳请公公暂缓执行圣旨，再给我一些时间，待等查到了破案的线索，我定然自行了断。不行，天后陛下命你接旨后即刻自裁，不得延误。我宰了你个不得延误！不可！这位义士，公公代表天后前来传旨，万万不可伤他。这次想要你的命，我先要了他的命，岂不干脆？义士，承蒙你两次拔剑相助，但事关朝廷法度，切不可率性而为，还是让我酌情自处吧。你既不想杀他，那就随我远走高飞。走，往哪里走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朝堂之外还有江湖，在下从江湖中来，自可带你往江湖中去。天地之间任我行，再也不必受制于人。义士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瑶环官职在身，为国为民，都应有始有终，岂能一走了之？你当真不走？那这三尺白绫就是为你准备的，圣旨让你三更死，谁能留人到五更啊？这位义士不必多言，生死有命，谢瑶环挺身担当就是。如此说来倒是我多事了。